今天我们来到这个雅加达市中心的一个公寓啊，这里边有很多卖中国货啊，红辣椒啊，九九香，印尼特产，所以我们就等一下买一点东西。到这个公寓呢，我也感觉非常亲切，因为我第一次这个来雅加达就是住在来印尼雅加达就是住在这个公寓里边啊，而且我跟我的太太认识也是在这里啊，我的太太也是这边的华侨。OK， 你看这边还有兑换外币啊，如果在印尼这边换这个外币，还有这种 money changer， 就是兑换外币的这些小店啊，就可以兑换。好，那么下面我要去这个超市。好，我们进去啊。你好。哎呀，在扫地啊，扫地啊。耶耶耶 ，OK， 好，我们来进来啊，看一看。哇，店不是很大，但是常常光顾这里。你看啊，这里都有什么？哇，在异国他乡还可以看到恰恰瓜子儿。哎呀 ，sorry 啊，我给恰恰瓜子儿做广告了啊。还有我们说走遍天下的榨菜，你看这里边有乌江榨菜啊，老干妈，哎呀，还有挂面，哇，这个出门在外啊，你看酱豆腐、臭豆腐，还有郫县豆瓣儿，哎呀，这个做川菜都需要这些啊，臭豆腐、王致和的臭豆腐、豆腐乳、酱豆腐、老干妈，还有各种调料，枸杞子呀，好吧，还有火锅底料，哇，真的是来到这里感觉就像家一样，对吧？哇，有这种各种调料，料酒、醋、腐竹啊。好啊，那今天我主要就是想买这个馒头。好，多少钱？这个馒头多少钱啊？3.2万，涨价了，涨价。阿尔干尼亚奶，以前是3万，迪卡布鲁里布啊，3万吨合人民币大概也就是15元左右吧，15元有6个馒头，15除以6，大概2块多一个哈，2块多一个还可以吧，嗯。好，我来一个，我买一包里面有6个，对，好，买6个，你看，这是我们印尼的小妹美女啊，非常漂亮啊，非常漂亮，你看啊，这边还有小吃啊，葡萄干、山楂片，然后这边冷饮呢，应该这里边有八宝粥，你看，耶，八宝粥，娃哈哈桂圆。莲子，出门在外呢，这个如果能尝到这个家乡的菜，买到这个家乡的这个调料啊，自己做一顿家乡菜也是很满足啊，是吧？啊，很亲切，很亲切，来到这里，好，我准备要付钱了啊！哎呀，肚子有点饿呀，呱呱叫啊！看到这个中国的调料，好像感觉这个，哎呀，很有食欲啊。所以今天我想选择一个中餐馆，尝一尝家乡的味道啊。等一下我们看一下，这边在雅加达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中国餐馆啊，像我们华为公司呀，还有一些外企在这边出差的，还有使馆的人员，他们会经常光顾这个饭店啊，它的名字叫辣妹子啊。OK， 等一下我们就到这个辣妹子尝一尝那边的饭菜。哎，这就是辣妹子。哎呦，完了，正在装修呢。哎呀，还营不营业呀？还在营业。好了，那就先找个地儿先停车再说吧。这个市中心的地方呢都是车水马龙啊，你看这个还有人也没有戴口罩，印尼的疫情也不容乐观呢。
是不是饭店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它在装修啊？我看有没有营业啊，看一看，好像应该有营业，还是有点害怕啊。马戏不干呀？呀，还在开。好好，啊，这个你看，这个是山竹啊，这个山竹很大，多少钱啊？35,000。哇，你的中文讲得很好啊。哇，你看在这个中国饭店的附近啊，卖水果的老板啊，讲得非常好。3公斤100，这个山竹大概是7.5元一斤，还是比较便宜啊。 OK， 好，谢谢啊，谢谢谢谢呀、yeah. OK， 我们进饭店吃饭。嗨，你好。好，这就是饭店啊，这就是饭店，我们现在在这里吃饭啊。 OK， 好，一位啊。哎，你好，请问您贵姓啊？我姓李呀。哎呀，这是我们的李老板。哎呀，在这个雅加达开了很久了，非常有名的一家饭店啊，辣妹子。如果大家来印尼雅加达，每个人都会知道辣妹子啊、哦！谢谢您啊，谢谢您。好，我也准备点餐吃饭啊，谢谢谢谢。好，这个是我们的菜单，看一看啊，今天吃什么？我们随便点一个菜，两个菜就够了啊，不要吃太多。你看，它这边是有很多海鲜啊，价格也不是很贵。呀，因为出门在外，我们能吃到中国菜也是不容易，在这边，啊，你看这边的螃蟹，大概它是十价，应该也不算太贵，啊，我们就是点一个，随便点一个家常菜吧，填饱肚子就可以啊，好不好？你看水煮鱼的价格是158,000，也就是大概和人民币大概也就是70多块钱，嗯，还可以啊。OK， 对吧？我们这边也有。好的，那今天我就点一个毛血旺算了吧，点一个水煮肉片也可以啊，水煮肉片或者毛血旺，嗯 ，OK。我来一个这个毛血旺吧，毛血旺啊，这是我们这边的服务员啊，来一个就可以，然后两碗米饭啊，喝茶吧，你看，对，你看我们这边的服务员说中文都说得很厉害，真棒啊！好了，谢谢。这边还有2楼，我们一般的华为公司啊，或者其他的出差的公司都会在这边吃饭啊，很热闹啊。这边也没有检查这个我们的体温，一般进饭店都要量体温啊，不过我们都戴着口罩。我选择这个门的地方呢，就是哎，这边通风比较好吧，我不敢到2楼。2楼可能人比较多啊，对吧？就在这边，离门比较近一点，也稍微注意一下。记得我第一次来这个饭店吃饭的时候，是一个学生的家长啊，他经常来这边吃饭，然后他介绍给我。后来我呢，就跟我的太太约会也都是在这里，所以这个对辣妹子还是非常有感情啊。还有一家店，他是卖火锅啊，有一个分店，离这边不算太远。他是做火锅，改天我去那边给大家介绍一下。所以你到雅加达印尼来，如果想吃中国菜，那辣妹子一定是很好的一个选择，对不对？啊，好吧，等一下我再给你们分享这个他的菜做的怎么样。我点了一个毛血旺，点了2碗米饭，够了，一个人吃够了。服务员给我端过了一杯茶，你看这个茶，这边的茶就跟喝啤酒一样。印尼的茶都是，一般他们比较流行这个冰红茶，就是这边的话叫 Este Manis 啊，里边有冰，里边有甜甜的，放一些糖水啊，
叫冰红茶。所以呢，因为外边的天气很热，一般的人在这边很少喝热茶，一般都喝冰茶。白白的米饭，再加上我们的毛血旺，这个非常有食欲啊！看一看里边的料啊，里边的有午餐肉啊、血鸭血呀、哎木耳啊、生菜呀、还有什么腐竹啊，可能还有百叶，对，百叶，还是不错啊，很有食欲。好，等一下，我的太太还要打包这个辣子鸡，还有别的，好好，大家先吃饭了啊，先吃饭。好，现在开吃啊，开吃啊，这边有消毒的碗具啊，我们先来一点肉啊，来一点午餐肉，尝一尝味道怎么样，先吃啊。家乡的味道，满足满足。够咸啊，够咸的。木耳，味道非常好。来一个鸭血，鸭血，非常嫩滑，好吃好吃。这个是百叶，不错不错不错。好，先吃饭了啊。今天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今天我们的习近平主席跟这个我们的神舟十二，我们的三位英雄们有通话，也非常的这个感动，非常的骄傲。 OK， 所以我也小庆祝一下，吃一点中国菜啊。今天我在辣妹子已经吃完了，等一下我再给太太打包辣子鸡，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个菜。好，等一下我们准备付钱，买单口。 OK， 一共多少钱？我点了一个毛血旺，点了一个辣子鸡，两碗米饭，热茶。 OK， 一共是对，大概合人民币150左右啊，价格还是比较便宜啊。好，可以刷卡吗？对，好的。你看我们这边的服务小姐也很漂亮啊，我们这位大哥也是从中国来的，认识很久了，出门在外都不容易。好，谢谢。哇哦，饭也吃完了，辣妹子还是不错的，吃的又回到了家乡的味道。那今天非常开心啊，感谢这个，感谢祖国，为祖国骄傲，神舟十二英雄们，还有所有为神舟十二付出辛苦劳动的这些科学研究者，谢谢你们。好了，现在我准备回家了。